我一直认为今天还是坚持呢，我们警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，因为他们是执法是非常克制，也非常客气。这一段时间他们隐喻负重，实在是受了很大的压力。但是我也相信呢，他们无论是男警还是女警，他们都是汉子，也就是呢，他们愿意流血，愿意流汗，但是不肯流泪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